夏威沙昨日就啱啱公布咗首批价单，涉及60伙，包括咗15间1房、38间2房同埋7间3房，实用面积就234尺去到512尺，即供嘅自售价钱又由最平嘅386万去到987万。佢嘅入场费创咗全启德最平嘅纪录，尺价最平16,800蚊，呢口价都 OK 嘅，相对隔篱左右卖紧2万或者3万蚊尺价，呢口价的确有水位嘅。我哋打开张价单，佢有两个付款方法，分別是150天的職工 plan 和延期 plan。 咁職工就很簡單，臨約俾低 5%， 然後去到150天俾埋個尾數就開始供樓了，總折扣就 18%。 延期 plan 就是收樓後再供樓，佢就臨約俾 5%， 然後180天、240天、300天各再俾 1%， total 是 3%， 到收樓嗰陣時再俾埋個尾數 92%， 總折扣就 14.5%， 中間就差別了 3.5%。 我覺得如果計一年留花期嘅話，建期 plan 都係著數啲嘅。而喺付款方法最特別嗰樣嘢就係佢有一個自置優惠俾自己住啦。假設你唔選擇嗰2% 嘅自置優惠咧，佢有另一個安排可以俾到你嘅，就叫做著心租務嘅安排。物業轉讓咗，你就將間屋交俾新世界，由佢幫你去出租。你每年可以收到嘅租金就3.5厘，每半年會俾一次租金俾你，為期就2年。成個著心租務安排最主要留意，因為物業是出租用途，跟翻 MA 的規定，最高可以借到60%按揭。呢兩年3.5×2就等於7%，呢個7%要喺個按揭成數嗰度扣翻嘅。所有租客同埋租户條款淨係可以按發展商嗰邊嘅要求去做。租金就包括地租、差餉、管理費、水電煤，應該係由個租客自己負責翻。業主有權提早攞翻層樓，或者係2年後自己收翻層樓，再自己處理翻。最主要提供呢個著心租務嘅安排，係想吸引啲投資者去入市。我哋睇翻張攻略圖，向海嗰邊就一排個矮座同埋高座5座嗰邊 ，A、B 都開咗嘅。矮座嗰邊就係開咗 LKJ， 呢啲都係一房嘅單位，就望翻自己泳池。尺價最平都係呢邊16,000幾都有。當然呢個係職工價啦，如果建期價會再貴少少嘅。兩房最平就都係望翻內園，391尺，636萬，建期價就664萬，景觀都夠闊嘅。如果打側少少，應該會望到些微海嘅，但就唔係一線海景。兩房嘅一線海景就座嘅 B 室，最平嘅價錢就714萬，二樓尺價就19,100，建期價就745萬。對比隔離，計翻建期價同 MQ 去比咧，都平過 MQ 1,000到2,000蚊左右。同埋你可以避埋個高息環，相對嚟講都吸引嘅。三房就係開咗一個背翼，就512尺，廁所有窗，最平嘅價錢就958萬，尺價就18,000幾起步，建期價就999萬。咁樣睇落就三房係抵買多少少，同埋三房你可以拆做兩房用，你又住大咗，又住得舒服咗。不過好睇你自己個人嘅銀碼去唔去到。同樣景觀對比翻現時二手或者一手，佢都平咗2,000到3,000蚊一尺，圍起上嚟都有10%到15%。今日嘅分享就系咁多，我系龙嘅笑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